慢慢的往这边盖，好，放上去不会烫，对不对？好，很棒，来，鼓掌，来，鼓掌，恭喜。咱来向你推说，今仔日举办一项消防宣导活动，带领以来小朋友前往拿来消防队参观。消防人员也利用各种的消防器材来增加小朋友对防灾和救灾的认识。我记得是上重要，就讲，让咱乡内小朋友、乡土的小朋友吼，啊，行出来这消防队这边这吼，就是比如咱这囡仔吼，自细汉就了解这整个消防的观念吼，防火吼，啊，防灾的部分，尤其是囡仔哩，自细汉甲训练了，万不遇到什么状况的时，他要如何去应应吼，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上好的一个教育啦吼，尤其是我们整个。啊，林内的消防队的那个解说哈，还要让小朋友亲自的去操作这些整个器具的时候，那事实上是把实际的经验交给我们的小朋友哈。虽然来参观呢，拢是幼稚园的小朋友，咱来消防队也是新中技术，准备真侪实际消防体验，加强小朋友防灾甲救灾的观念。今仔日吼，咱利用这个机会吼，啊，算讲咱消防乡土的小朋友吼，啊，来参观阮拿来消防分队吼。啊，阮遮即马算准备着对吼，像这个龙岩体验吼，互这个小朋友知影讲火警发生的时阵着对了吼。啊，处理龙岩的情形，啊，龙岩发生的时阵要安怎去逃生，吼，要安怎采取迄个低姿势去逃生，啊，过来选择一寡吼，迄个防火常识，吼，一般处理着对吼，啊，要安怎去。哦，避免就对了。发生火灾啊，发生火灾的时候要怎么去处理？啊，阿哥做一挂消防体验。那来向你推广的人员认为，小朋友伫学校所学习的消防观念，拢是课本上的知识。这款实际消防体验，唔那提高小朋友的兴趣，也确实让孩童学到真侪物件。记者余炳伟采访报道。